여기가 삼국성입니다. 삼국성. 우리가 드디어 삼국성에 여기가 삼국성 입구인데 위진팔방이라 사방팔방을 그냥 꽉 눌러버린다 이 말입니다. 아, 여기가 지금 오나라 선권을 비롯해서 이렇게 있고 여기는 조조가 있습니다. 조조. 오래간 전투에서 여포, 관우, 장비, 그리고 유비가 함께 싸우는 장면을 약 15분 동안 경연합니다. 对冲! 马战将将一击即中! 并没有小说里说的那种大战300回合! 他们可能会进行第二次对冲! 对冲对力量要求很高! 对冲不能分出胜负，他们怎么选择在两军阵前绕圈缠斗？哎，关羽、张飞，同志们，掌声响起来！主角刘备，字玄德，胯下敌我青龙偃月刀，重82斤，绝对的重型兵器。张飞，张飞，字翼德。 胯下关外名车，乌云踏雪，手握丈八蛇矛，重64斤，以勇武闻名，号称飞将。胯下赤兔马，乃天下第一宝马，非超凡之人不可遇。手握方天画戟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看演出了吧？掌声再次送给他们。 请看他们如何大显身手，吕布如何以一敌三。公元1900年，18路诸侯为匡扶汉室。 讨伐董卓，在鼓劳关前展开了一场殊死拼杀。桃园结义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，在迎战董卓大将吕布时，体现出盖世英雄的豪迈气概。在下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，游客朋友们，您将看到，俨然张飞手持长矛的英姿，红脸弯弓，跃马飞奔的风采。 还有刘备为双剑飞舞，武艺超群的吕布更是威风凛凛。还有关张潘战上百回合难分胜负的精彩场面，更是令人胆战心惊。演出单元主要角色，《寒食俱来》，坦克狼藉。另外，我们演出中的美女骏马也是参加电视剧试拍训练有素的战马。在这里，您将欣赏到非常精彩的马术特技表演，三英战吕布这个节目一定会给您增添无穷的乐趣，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阳太守袁仪。东郡太守乔瑁。北海太守孔融。上党太守张扬。徐州刺史陶谦。吉北相方信及河内名将方悦。当户将吕顺。孔融部将平原县令刘备，马弓手关羽，副弓手张飞，奔虎牢关来，事请董卓。董卓老贼，出来，决一死战。